Today is April 26, 2021. My name is Anne Shi. I'm an associate curator at the Houston Asian American Archive. We're pleased to be documenting Siyuan Tan's oral history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Siyuan, for joining us today. Thank you so much. Siyuan, 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出生和您的儿时成长经历吗？我出生在辽宁的阜新，然后是一个就是工业城市。然后主要是生产煤炭，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这个城市它是有两部分在运作吧，一部分就是正常生活在地上，然后人们工作生活，还有一部分人他基本上天没亮就去采煤，然后天黑才从那个井下上了，然后这些人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存在，但几乎就没见到过，所以对一个小孩的影响是你听到这些事情，但是你就会幻想这个城市地下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也那就很小的时候就对这种空间啊正负关系这种空间特别有兴趣，然后经常喜欢那种钻那种，因为我们那个城市以前都是那种老日本房嘛，然后日本房为了防震它下面都会有那个像地道的那样的东西，所以我们都是去钻那些地道什么的，所以这就是小的时候对这个空间产生了兴趣吧。然后之后等我念了大学之后，我选的专业是雕塑系，然后雕塑这个专业本身就是一个研究空间的一个学科，然后它也是主要是讲在空间中塑造一个新的空间，然后中国传统雕塑它又是以就是阴阳正负这种雕刻为主，它很就是应该是在汉以后吧，就是汉以后的话才开始加上很多这种以泥塑这个东西增加在雕塑里，早期一般都是刻或铸造那种，所以这些学习都对我和加上我这个学习，加上我从小出生这个城市这些经验吧，就对我让我产生了很多这种对真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就是这个虚无空间这种兴趣，所以我的作品呢，创作的时候始终都围绕在这个如何把这个两个空间连接到一起，如何能把这两个空间同时体现在作品中，然后之后就是大学毕业来了美国，然后也是继续在学习雕塑，然后创作也始终都围绕在这个连接两个空间这种并存这个关系的之中吧。所以您刚才提到在煤矿这个地上和地下这个概念给您在从小童年成长经历中有一个很深的印象，那你自己有下过任何的煤矿吗？其实没有，我们就有那种参观吧，就是大概是在那个就是煤矿去参观，然后大概在一个下井平台那块我们会去看过，但是真正没有到地下去。那您能讲一下谭思远就是对于这个名字父母对你有什么期望和期待和他的这个含义在里面吗？其实就是父母应该是，其实这名字是我爷爷起的，然后我上面还有一个姐姐，就是我大伯家的，所以起他名字的时候叫谭思聪，就是有思想然后也要聪明那种，然后我就叫谭思远，就是刚开始叫元，就是谭思远，然后就觉得要有思考啊，然后也要那个饮水思源那种，但后来觉得可能这名字有点比较女孩一点，说就叫思远吧，思想远大一点啊，然后能那个思考的长远一些，就大概是这意思。
那接下来，你成长环境中，就童年中最喜欢的一些游戏和这个成长环境是怎么样的？能介绍一下吗？ 其实我成长在这个属于，因为80后嘛，应该是最早一批接触到这个电子游戏机啊，然后手掌机、方块，就那种低像素的那种，像什么俄罗斯方块那种游戏的那个时代。然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种什么手机游戏之类的，都是那种最粗糙、最原始那种游戏。所以，但对我来说，那个时代，刚好又是那个咱们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就是全面发展那个年代，所以很多新鲜的事物与那个当年像我父亲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些游戏也都是这样并存着在我的童年中出现。既能像那个我父亲我父母那个年代时候就是。 他们会有这个很多小伙伴啊、邻居啊在一起玩，就不会像现在这种小朋友，可能大部分时间都自己享受在这个自己的空间里，然后去玩这个游戏那种状态。就是我们也有户外很多户外的游戏，但同时也会有很多这种，比如说打这个电子游戏啊、查卡的这种游戏啊，跟同学两个人。 联机啊，打这种电脑啊，就是也会有这种东西，但这些东西始终其实就都对我现在的创作有影响，因为我是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制造这种虚拟的东西，然后让它在电视里能看到，然后当我们玩的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这个角色。 这可能是当时对我特别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因为它也是这种，我是一个真实活生生的人状态，但是我在那个游戏里，它就是一个虚拟的角色嘛，所以也是很有兴趣吧，因为它也是一个正负关系啊，或者阴阳关系啊，就这样，嗯。 那非常有意思，能在这个艺术家的脑海中，可能童年的时候就和平常不一样的思维方式。对，因为可能我从小应该就比较是那种奇怪的小孩吧，就想事儿什么都比较奇怪啊，然后，所以现在其实我创作的时候，很多都是从这个童年的回忆啊，然后。 那种童年经历中去找，就是我会找最原初，然后最可能内心，保存着的那个很原始的那个东西，很童心的东西啊。 那你的家乡就是在尤其出了国以后，在你的印象中，比如讲到家乡，你会第一时间想起什么？ 家乡啊，第一时间应该想起的是，应该还是煤炭比较这个，因为我们那个城市，它其实没有什么产业啊，或者是其他好玩的东西，因为一个工业城市，它主要还是这个挖煤呀、啊，就是产煤为主啊，然后剩下的话。 就是那边环境特别好，其实它是特别极端的一种环境，就是城市内其实可能污染会很严重，就是在煤矿周围。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就是经常会有那种雾霾天，我们当时都是以为是那个起雾了呢，但其实整个口罩戴上之后，它其实整个口罩到了学校，其实口罩因为呼吸嘛，都是那种不是像现在这种医用口罩，都是那种棉布的口罩。 然后回家可以洗的那种，就已经是黑的了。但小的时候我们都没意识到那个东西叫雾霾，但是城市周边呢，它就是环境特别好，因为小的时候，我父亲因为下过乡嘛，他就觉得应该从小带我去那个农村啊，或者是乡下去体验生活，所以周末的时候我们经常去，就是农村或者是乡下，他带我去挖那个。 地瓜就是，比如说那些农民采完的地瓜，
然后剩下那些小的不要的，我们就去挖回来。还有一些山上它会产那种叫沙棘的一种植物，就是那种像水果，专门是有那种半干旱沙漠地带才会有。然后我们也会采那种野果回来吃。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就特别享受那种野外啊那个环境，因为特别特别美。可能我们那个城市因为离其他，因为在那个辽宁省的属于叫西北角吧，所以跟其他城市的距离还都挺远，交通啊交流也不方便，所以属于这种城市污染虽然严重，但是周边环境都特别美，也没有什么开发之类的。所以小时候印象大概就是这样吧。刚才提到那文革的在您父母那一代的一个经历，他们有通过自己的口述给你留下一些对文革的印象吗？其实没有文革，就是我是说，就我父母他们那个年代有下乡，就是他们那个时候，就是都是那种知识青年下乡嘛，然后可能下乡的时候他们有那个。怎么说呢，就是他觉得应该孩子应该体验一下一边学习一边劳动这种东西，可能对培养品格啊或者性格啊都比较好，应该多参加一些这种劳动之类的吧。但是文革本身可能在你父母那一代他们有没有就是任何的一些影响呢，你觉得？对我父母的影响其实倒没太体验到，因为我父母都是那种特别乐观的人，然后他们觉得可能那个年代大家都要下乡去，然后他们也不是那个能主导这个我去还是我回的人，他们就只不过就是一名普通学生嘛，所以大家去就都跟着去，大家回也就都跟着回了。不过我父母应该算是比较爱学习的那种人，所以他们也是当时后来赶上国家那个好时候嘛，就是下乡回来没几年就有那个恢复高考，然后他们也就是开始准备嘛，后来就都去考大学什么的。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他们对你比较注重培养的这个家庭价值观或者人生观是什么样的呢？因为我父亲是个写作，就是他是个记者，是个作家，然后应该也算是那种要搞创作，然后但同时也要顾及到家庭和生活这种，所以我可能比较喜欢他，就是那种很能自己孤独下来的人，就是他经常会给自己，然后自己一个人就在那个楼上，然后写作。然后经常会有的时候整个周末他也都就是下来吃个饭，然后正常就回楼上去写作去。然后我可能从小就看到我父亲做事情这个特别专注的状态吧，可能也影响我后来就是在做自己创作的时候也比较享受这个孤独的状态，然后能这种投入进去，就应该也是他们培养的吧，就可能做事要专注一点啊，或者是不要太着急啊，要做的稳妥一些吧，这个创作啊要自己能多斟酌吧，不要很快的就把这个东西做完就拿出来那种，应该是做完了反复的斟酌，反复的推敲那种。所以父亲的写作对于你的这个艺术创作有一些影响吗？其实我看我父亲的东西不多，就是我父亲写的书我看的不多，他看的那种散文呢或者短篇呢我看的还有一点，然后会有影响吧，因为我父亲是那种比较天真浪漫的人，然后他就是那种特别有童心的人，然后我和他很小的时候那种父子关系建立的就很像朋友那个状态，所以可能我现在创作里面也会有那种很童心的东西，我觉得那个我童年特别幸福，就像那种
怎么说？人家说，有的人可能是用这个童年去哺育这个整个一生，但有的人可能用一生要去抚慰这个童年，就是，所以可能我的童年比较过得比较幸福，所以给予我很多这种养分，以及我就很多时候，因为长大了，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当你遇到很多人生困难的时候，可能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困难、不同的事儿，很多消耗我们的东西。但是，就是这种童年给予我的这种，教育啊，以及这种帮助啊，让我在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会看到好的一方面吧。对，那在小时候，你记得印象最深的食物是什么？就家里经常做什么，你最怀念？哎呦，我小的时候最讨厌吃的就是那个西红柿鸡蛋的打卤面，因为我爸爸他每天就是我妈早上要去上，我妈是在学校工作，所以她每天早上很早就要坐那个学校那个通勤车，然后大概因为8点钟上课，我记得我妈6点多就要出门，然后因为那个车接完之后给他们拉到学校吧，然后还有很多站点，可能我妈就前面几站。所以他走的就比较早，然后基本上早饭都我爸在做。然后我爸那个人就是也比较粗，然后他起来之后就每天以最快的速度做完早饭。啊，对，我爸因为早上每天早上要去那个楼下运动去跑跑步啊，或者是他弄完之后回来就也知道我要上学要晚嘛，他就天天给我煮面条，天天给我煮面条。我记得有一次，我有一天真是吃吐了，就是不想吃了，就，但是我爸已经忘了他给我做了40多天面条，就是这整整1个半月，每天都是同样的面条，西红柿打卤面，西红柿打卤。所以小的时候我特别特别不爱吃那个面条，但是后来好像是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忽然对这个面条有了一种特别的感情，所以我现在就是应该始终最爱吃的还是那个西红柿打卤面，如果有那个西红柿打卤面的配方的话，我们也很希望能收藏在我们的档案馆里。那个特别简单，就是好像就是先那个把鸡蛋煎一下，然后是那种散的，应该不叫煎，应该叫炒一下吧，就鸡蛋炒一下，炒一下把那个鸡蛋盛出来，放到另外一个空碗里，然后就是正常的爆锅吧，可能东北人喜欢爆一下锅，然后我爸可能就会把一些葱蒜切成片儿。然后放到锅里这么爆一下，用热油爆一下，爆完之后的话就会把那个西红柿切成片儿，放在那个倒进去嘛，然后就开始翻炒，翻炒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爸可能会加一点糖，就是同时加盐的时候同时加一点糖，然后再把这个鸡蛋倒回到这个西红柿这个炒的锅里，然后再把它就是，怎么说？原来一整块鸡蛋炒碎一点儿，然后有的时候会勾一点淀粉吧，就会让这个卤子或者显得很有这个怎么说呢？很有质感、口感。然后就再配上这个面条，因为东北那个面条可能比较粗吧，然后吃起来比较有嚼头、有劲，所以还挺好吃的。哇，给我自己说饿了已经。就只是我个人对那个东西特别好，有那个，有这个欲望吧，不一定每个人都爱吃，而且它是个特别简单的东西，就是特别特别如果方便的话，你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下，就是父亲在就是去世以后，或者这段时间对你的影响吗？和未来就是这艺术创作的影响。有几年还是挺有影响的，就是突然会觉得，好像家境就不如以前了，然后很多事儿要开始自己去，很多事儿要自己开始去做一个计划呀、打算呢、好像就是没有人去给你个指导啊，或者不像以前有人会去跟你谈谈天、谈谈心，就好像缺少了一个这个，但。后来我就是去沈阳读书了嘛，然后也不在家住了，所以
就后来开始渐渐的，就比较早就独立吧，大概十六岁我就去念那个艺术类的高中，然后就是那种附中，所以，但应该我父亲的影响都是我童年的那些，就是以至于他那个性格吧，可能会给我很多，就是可能在我后来他去世之后，面对很多事情的时候，是那种潜意识下的那种帮助吧，可能他的性格，然后对我从小的那种培养和教育吧，然后可能在逆境啊或者困难的时候会比较相对的乐观一点啊。创作的时候应该还是应该会有他的那种影子，或者是他的那个状态，就是可能会一直能长时间沉浸在一个状态里边，然后能很专注，能很集中精神什么的。那母亲在你的生命中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母亲就是这个特别传统的，就是母亲形象，她就是那种相夫教子型的，然后家里主要是以我父亲这个处理这种家庭的大事儿什么，我母亲基本上就是家里的小事儿都那种，他们就是夫妻比较一个主外一个主内那种。我妈性格就是，我妈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因为她很爱运动吧，我妈那个运动神经特别好，所以就是。可能从小就给我一个很好的运动基因，然后这个东西也不能叫争强好胜吧，但是喜欢运动的人他可能就会有这种胜负观，然后就是可能这个就觉得很多事情会有这种竞速感或者竞争感，会始终让你保持这个一个怎么说呢，保持在一个不能松懈的状态吧。我妈就不会像我父亲那样跟我玩的比较多，我妈就是她主要是管嘛，在你也知道以前那个家长男孩太淘的话一般都是母亲出手，那个就打一打管一管什么的啊。那之后上艺术高中或者走上艺术创作这条道路是怎么样的一个决定呢？中间有没有一些对你的道路的选择有很大影响的人呢？其实应该是我从小他就比较喜欢画画吧。我从小就念那个幼儿园就是叫艺术幼儿园，所以就画画始终就从我就出生啊，因为我家还留我22个月画的画还有呢，就是一直就没停过啊。就小的时候就因为那个老人都喜欢让孩子抓阄嘛，然后就记得小时候他们摆了三个东西，那我就最后抓的就是那个笔，然后他们以为我还能像我爸似的也是去搞这个写作这类的事儿呢，然后但后来我就去画画嘛，然后他们觉得画画也是挺好的，然后就一直这么也培养然后也鼓励，可能在画画这上就一直都比较有信心或者是比较喜欢，所以就没停，就一直做到现在。念那个艺术高中也是觉得肯定我就不是那种特别爱学习的孩子，他们觉得我在这上面也没什么天赋啊，当然也会就是有压力吧，那时候觉得我应该去以学习为主，但后来他们也是比较看得开的，觉得如果这方面发展的好，那应该就以这个侧重艺术这方向吧。所以在就是家长们在你的职业道路选择上，他们没有就是因为就比如对于生活的稳定性啊，或者是未来财富规划这些元素对你的人生道路选择有影响？没有，就是我父母不太会，他们其实特别好的一点就是，他们从小的时候没给我灌输什么这种财富观，
就他们没告诉你家里条件有多好，或者是没让你觉得家里条件有多不好，就是在那个大家人人都平等的那个年代，就是刚我刚出生的时候，刚改革开放，家每个家条件都差不多，父母的工资大概都在三五百块钱，可能有的才一二百块钱那种，但你不会觉得你和这个同学之间，你有这个，你家有电视，我家没电视，就是我们两个会不一样啊，会有这种不同，就是始终不会让你产生这种对别人有这个歧视或者是攀附谁这种心理。然后他们也没觉得就是这个财富会怎么样，就他们始终就觉得还是应该让我过得比较开心一点这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我爸那个观点就是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他觉得这个日子很长嘛，你必须得找一个你特别喜欢的事儿，然后让这个事儿能陪伴你，就是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很对的一点就是可能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咱们这个生命啊最后都是得找一个特别有意思或者特别愿意做发自肺腑的事儿，然后给它消耗掉，因为这个生命这大家也都大差不差，都差不多这么长。相对来说可能如果有一个特别有趣的事儿能陪伴着你，然后把这个生命消耗完，然后过得有意义点，可能就会更有意思。因为那个财富这个东西怎么衡量，没法衡量，这就得比较了，一比较人心态就会不一样了。所以就这个事儿还是自己过自己的吧，就跟其他没啥关系。我觉得可能够花就行。那从小到大就是财富或者是金钱从来没有对你的生活质量有过任何影响，是这样？去世之后影响就比较大了，就突然觉得家里条件特别不好，然后感觉到这个物质上啊，以及就是我母亲这个压力上，她会有这个压力，因为她还要供孩子那个读大学啊，有很多事情。所以我基本上就是我父亲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尝试走向社会，然后尝试独立啊，赚钱啊，然后我也是很早就打工吧。我记得十六七岁的时候，夏天我就经常会去，就那时候沈阳有个家乐福，就是那种法国的那种超市吧。我记得里面有那种像做陶艺的那种，怎么叫工作坊，然后我就去那块儿去给他们做那个什么陶艺师，刚开始就先做助手，然后就一假期都开始打工，然后后来基本上每个夏天都打工吧。然后等20多岁之后，因为我那个高中学的就是一半是艺术课，一半是那个文化课，所以就是可能我很早就有一门手艺了吧，大概19、20的时候就有一门那个做雕塑的手艺。当时虽然做不好，但是赶上一个很好时代，就是当时东北有很多那种什么商业雕塑，全国也都在那种这种怎么说装修热呀、建设潮啊，所以很多像什么洗浴中心呐、啊，这个尤其东北比较多的那种洗浴中心、饭店啊，经常会做那种商业雕塑，所以我当时就接了很多这种活啊，或者是朋友接我就参与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挣钱，大概我记得很早吧，应该23、24岁的时候，我就买了一套房子的那个时候，就那个时候开始，但其中那几年的就很辛苦吧，应该就是始终都是这边上着学，然后那边得去打工，然后后来一点一点的慢慢就是变了，然后才开始改善的吧。但大概里面也能经历，看18到23、24，也得5、6年、4、5年那样。那后来就是在萨凡纳决定去深造留学的时候，是谁就是给了你这样一个契机或者动机，或者是怎么样去决定
走上这条路吗？这个说实话吗？其实我选择那个出国来美国，是因为我原来有个女朋友，然后都是那种要谈婚论嫁那种，就大从我们俩从大学就是一起处，大一处到大五那种，因为我们雕塑系是五年级嘛，就是处了从大学一直处到毕业，然后后来我们就一起决定要出国，当时选择是去德国，那后来觉得这个德语比较难学，然后或者是学完之后这个小语种可能未来也用处不大吧。就不会交流的那么多使用起来，所以后来就选择去美国，然后也是因为他吧，然后就开始学英语啊，考托福啊，然后做作品集什么的。后来就是开始互相报学校嘛，然后因为我英语不太好，后来那个萨凡纳又是刚巧给了我一个特别高的奖学金，然后我后来就去的那个亚特兰大。我之前是很计划想来纽约，不过纽约学校也给我那个 offer 了，然后一是奖学金比较少，二的话就是我当时被拒签了两次吧，然后来纽约。他们可能觉得奖学金一是不高，二的话我这个年纪当时有一点大，然后英语又不太好，就觉得你这个直接来上课感觉好像真实性不强，好像特别像是来这边不像是来学习那种感觉吧，所以当时他们就拒签了我两次。然后那个亚特兰大那个学校就是萨凡纳，他们对我诚意就特别足，然后无论是奖学金也好还是他们那个 advisor 啊，始终跟我沟通的都特别勤，然后我也挺感动的那种，然后后来就去的那个萨凡纳。那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的期间，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或者让你的人生有一些转机的一些艺术导师啊，这些和创作的这些契机呢？可能我人生第二个比较，就第一阶段可能就是童年那段时间是特别好的，就在我父亲没去世之前，然后经历了几年那种在社会上就是也摸爬滚打，说的有点那个，就是在社会上锻炼了一下吧。之后呢，就是后来我觉得可能在社会上就到了一个短板了，就是人家会因为时代啊也在进步，人这个意识也在进步，那你没有一个知识，然后你每天都是在这个承揽就是工程这个状态啊，你每天接触的人和事啊会让你很安于现状，然后你的谈吐也好啊，或者你的思考方式啊都会特别的有这个怎么说呢，有一个极限吧，就你可能也就能考虑到这个的事儿了。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也都是满脑子就开始想钱呢，赚了钱就想赚更多钱呢，一个工程之后接另一个工程，就是有点浪费时间了。后来我妈就是说吧，说这个，说那个，你想这辈子都这样吗？她就问我，灵魂拷问了一番吧，就是在我对我的灵魂深深进行了一次鞭打，女子单打。然后那个我就觉得我妈说的有道理。不应该那个再这样了。然后我就说我还是挺想再读书的，然后我妈说那我反正我是挺鼓励你，然后那个你就试试呗。然后我就重新去考那个鲁迅美术学院，然后我知道他们雕塑系特别好嘛，本身我也学雕塑，然后我就因为很小也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梦想啊或者目标这种状态，我对鲁美雕塑系特别特别有感情。然后后来就经过两年复习吧，回那个高中去上高中课。那我上高中课的时候，我比应届的学生应该是第一年是大六岁，第二年大七岁，然后就跟他们一起学习，然后一起去参加高考，这体验也挺有意思的。然后那个考上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是这是一种上天眷顾还是怎么，就我在大学遇到的老师同学们都特别特别好。然后
包括我们雕塑系那个篮球队、足球队啊，也都是全院最强的，就是冠军基本上都在我们手里。就这么多年，无论你是从学习啊，还是这种课外活动啊，然后就我们，而且雕塑系因为是男生特别多嘛，然后就经常要做一种，经常要做那种大型的那个雕塑工程，包括像什么南京大屠杀呀，还有那个唐山大地震啊，这种国家级的项目，所以大家就是师和生之间的关系特别紧密，我们每天在一起干活，然后一起在吃饭，然后一起就是上课呀，然后工程结束了，大家要一起去庆祝啊，老师也会跟同学们一起喝酒啊，聊天啊，就是大家这个距离不会像，可能不会像真正那种师生之间那种，他更亲密一点，然后包括我们学校踢足球的时候，老师也是会上的，就是每个系，因为艺术学院人很少嘛，就是一个球队可能会上三个老师，所以那个老师也经常参与到我们这个体育项目里，所以师生关系特别好。然后我们雕塑系又是那种，有三个导师会带我们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然后这三个导师期间呢，会穿插其他的老师来给我们上一些课，所以等于雕塑系所有的老师都给我们上过课，所以就没有说我跟某一个老师不熟悉或者是没有交流过。然后雕塑系老师又都是那种特别帅特别高然后特别壮的那种，然后都很爷们那种，他在这个可能在一个20多岁年轻人到30多岁成长过程中，他扮演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老师，或者是像一个叔叔哥哥那个状态。所以这5年是我特别开心的5年。就是接下来能聊一下您刚到美国或者在萨凡纳这段适应的期间，有没有一些困难解决的经历吗？可能就是学费的事儿吧，还是因为就基本上都是那个自己那点钱，然后以前攒的那些钱，后来就也不够花吧，不够花。后来我就把房子给卖了，卖了之后凑的这个学费来的美国，然后但是也不够，房子太小了，当年买小了，然后后来就可能。也会卖点作品吧，就画点画卖点作品啊，然后同学帮助什么的，但也有其中也有很多同学的帮助吧，他们经常比如说会买一些我的画啊，然后在这边也会有一些藏家帮助，反正就是这么坎坎坷坷就趟过来了。然后但在这边我导师对我的帮助特别大，我导师他人特别特别好，然后对我也是那种特别有耐心，知道我英语不太好，然后就是他会给我讲得很慢呢，然后会非常非常照顾，然后会给我这个创作方向啊，就是不会把我固定在一个什么上，他会引导我去做这些东西，就告诉我应该怎么样在我这个原有这个观念呢，或者是我所认定这个核心理念上，在这个东西上继续发展，就包括就是以这个真实空间和虚无空间连接这个上面，说你怎么推进，你是可以用视觉艺术的方式啊，或者用观念艺术的方式啊，就做你想做的。因为你现在研究生还没有毕业嘛，你过早的把自己固定在某种媒介或者是材料或者是一个。相对稳定或者可以简单输出的一个状态下，其实是不好的。所以整个研究生这个期间，我都实验了很多东西吧。然后包括我导师最后在我毕业之后还给我推荐工作呀，然后就是我毕业了之后也经常，我们两个也经常见呢，我会去他们家吃饭呢，他很照顾我。反正，对我导师对我帮助挺大的，在研究生阶段，那就是作为可能萨凡纳在乔治州不是特别很多中国人的时候，
你会有哪些就是在身份认知方面的一些思考吗？ 其实那个时候感触不是特别深，因为毕竟在学校嘛，就是不会有什么太多不平等啊那些事儿。然后学校的人基本上他既然能达到这个研究生阶段的人，他肯定也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远远超过这种十二年教育以上的，接受这种十二年教育以上的人，所以。 大家这个文化水平也好啊，或思想认知程度以上，都是还都挺完整的，不会有说感受到什么这种身份上的歧视啊，或者是不公平这种没有。但是后来离开这个亚特兰大，就是我是这个萨凡纳艺术学院，但我们分几个 campus， 分几个校区，然后我是在亚特兰大那个校区，就是只有那个校区有雕塑系嘛。 所以等于我其实就是在城市，然后也就等于说，其实这次那个就是这个 election 怎么说，就大选啊，他后来那个乔治亚州不是从那个红色翻成蓝色嘛？其实主要都是这个城市内，大家的选票都集中在这儿了，然后也是因为城市内这个选民都比较怎么说呢？很多都是年轻人嘛，或者这种新移民。 以及这个，就是西边好莱坞那些电影公司很多搬到亚特兰大嘛，然后现在那边那个就是怎么说演员呢，影视制作人员呢，包括那个亚马逊好像也在那边弄了一个那个，就是第二个分部啊，所以那边集中了很多这种高尖端的人才啊，然后。 城市又特别美，南方城市天气特别好，然后人也都很热情，就都挺好。那后来就是工作之后去底特律吧，那边的时候我就开始对这个身份上有认识了，因为那个底特律它比较北边嘛，然后我们那个公司就是个汽车公司，它就是比较传统的美国汽车制造公司，然后里面这个在我们这个设计部里面也没有什么太多这个。 就是其他族裔的人，基本上是以这个白人同事为主，然后年轻的白人同事还好，但老一波那些白人同事，他们就是比较支持川普的那种啊，比较保守一点的啊。当然不是说人家这个政治选择是错误的啊，个人有个人的选择那啥，就是只不过他们相对于保守，他们可能更认同于那种理念的。然后对这个其他族裔这种。 怎么说文化上的不理解啊，以及这种歧视啊，还是有的。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我开始自己开始独立在那个外生活了嘛，那个时候就没有任何这中国人朋友，就是在底特律的时候，不像在学校，哪怕中国人不多，但是他还是有这个华人同学，但是那边就基本上每天都在跟那个老外交流，就是跟美国人，别的管人叫老外，我才是老外呢。 都是在跟那个美国同事，在一起交流啊，生活。那个时候我会真的觉得有一种那个他乡的感觉。然后后来是到纽约之后吧，从底特律辞职到纽约之后，然后就是这种身份认知感或认同感会更强了。它还是有个过程，就是从学生到进入社会这个过程吧，也等同于我这个，首先是我学生。 身份转变成一个工作身份的状态，它是这种身份上的转变，当时还没涉及到这个咱们种族是这种，但只有在底特律，然后又去纽约，城市你跑得多了，环境变化的快了，然后节奏也加速了，我就开始对这种身份上的事儿开始比较敏感啊，然后包括创作的时候，我也开始往这上思考，因为。 就是，我觉得这个创作这事儿，它是怎么说呢？应该首先一定要有一个特别强烈的个人风格，就是你这个辨识度要很强，然后另外就是一个态度吧，就是你对这个社会也好啊，对自己也好啊，对
你这个世界的认识啊，宇宙的认识啊也好，无论从大到小吧，小到一个特别微观，大到一种整个宇宙无限量的一个状态下，但你的态度要是很清晰，你对什么什么事儿的喜爱，你对什么事儿什么事儿的不喜爱，或者是这种喜怒哀乐吧，在你的态度中要体现得出来，在你的作品中要能呈现得出来。然后还有一个应该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强烈的个人风格，还有一个态度哈，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哎呦，那个我那天我还在想，我就突然有点忘，我一会儿想起来再说吧。对，大概就是这样。对。那在创作过程中，你的脑子里边就是一些想法，或者是通过是什么样的媒介来达到呢？就比如是通过一些文学作品，还是一些电影或者其他的视觉媒介来给你的创作带来灵感？我本科的时候，我那个导师，他就跟我说过，说你们现在，就刚进入艺术学习，所以很多事情都不了解。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说，可以让你们快速的积累，然后快速的认知，然后这样，可以快速帮你们进入到创作。他的建议就是说，进行视觉储存。然后，其实我现在也有这个养成了这个习惯，就是说，他无论什么东西，你也不需要在当你看不懂或无法理解的时候，你就多看，看这些图片也好啊，看这些影像资料也好，然后你把它视觉储存下来，它其实就是你日后灵感那一下，就是那个火花，可能它就放在你大脑的一个储存柜里了，然后你可能很多年都用不上，但是当你想用的时候，因为你大脑在你想做创作的时候，它就会有那个灵光一闪。但那个灵光其实就是这个大脑系统在你这个大脑里去检索你需要的东西，那它可能就会把你这个当年视觉储存下来的东西翻到这个资料。所以我觉得视觉储存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吧，就是要多看这些你感兴趣的，或者是能让你视觉产生刺激啊，那些东西啊，然后未来的时候可能就会用得上。对，确实是，尤其在你的作品中看到很多，就是像你说的儿时的记忆，还有游戏，还有卡通，像《忍者神龟》，还有《葫芦娃》，就是这种让人有年代感，但是同时又像你说的记忆储存，它，就是怎么样是成为你的记忆的一部分，然后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他们？在重新呈现的过程中，又有一层新的你赋予的意义呢？就首先那些视觉储存，然后和这个记忆它是我创作的时候一部分。然后另外，像你刚才说那个葫芦娃呀，然后变形金刚，还有那些东西，那这刚好是疫情那段时间刚开始的时候，就还没开始，就是国内疫情已经爆发了，然后美国这边还没开始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也是距离我上一个个展结束了有半年嘛，当时在纽约都一直在忙这个身份啊、工作的事儿，所以好长时间没创作了。然后突然开始停了能有4、5个月，重新开始画画的时候，我就其实觉得这个状态有点不太对，然后我就还是想回到最初吧，就是以那种勾勾画画呀，找一找当时那个，还是先让自己快乐起来吧，属于一个妥协式的一个方法，然后画一点让自己开心的或者好玩的事儿，顺便也熟悉一下这个工具，因为工具好长时间没用了，然后那段时间就做了一些这个东西，当然就是随着做，就是脑子就开始运转起来嘛，然后就每天他就会推着我往前走，然后接着，其实我就是发现，就是当这个美国这个疫情开始爆发了之后，然后那个时候
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觉得可能不是我，是整个咱们这个族群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同样的感觉，就是其实会有一种很憋屈的状态。这个可能我们东北那边吧就憋屈，不知道是其他地区怎么去形容这个事，就很委屈啊。然后会有一种，你看我们其实是一个很模范的一个市民呢也好啊，或者是族群也好啊，我们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我们一直循规蹈矩，然后我们都愿意去融入这个社会，都尝试在努力去融入这个社会。然后这个疫情爆发之后，我们也愿意去对这个社会进行贡献，或者提供一些能有的帮助，但这个社会反而他不愿意去，怎么说呢，就是我感觉这个社会的尊严也好啊，还是说这个社会的这个长时间积累下来对这个种族的偏见也好啊，他觉得他反而觉得你这个帮助是一种恶意的，首先是这种误解，然后另外的话那种长期积累下那种歧视以及那种偏见，他就会很多这种怎么说呢，无法揣测这种恶意的想象，对你这个种族进行这种抹黑啊、报道啊，然后他们不去正面这个面对自己制造的问题，反而把这个原因都归罪于其他这种少数人，就是以这种多数人压倒少，多数压倒少数这种形式吧，去这个凌辱一个整个一个族群。然后我其实觉得这个和他们的教育特别像，就他们这个教育从小就是这种快乐主义教育啊，这个整个人都不面临什么太多的挫折困难，当他们遇到事情的时候，他们习惯性的选择这种问题是别人产生的而不是我，就他们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能力特别特别差，以至于就是给他们一个特别高的一个领导地位或什么时候，但他们没有这个责任心，他们更自我一点，所以当时对我的影响就我就会觉得很委屈吧，会突然，因为对在美国从上学到工作这么长时间，从来没说对个人人身安全会产生这种紧张恐慌，以前我从来没觉得，我觉得这个人都很和善，然后这个美国人都特别热情啊，然后很直接啊，交流起来不会像中国人之间大家会先这种寒暄一下，都很直接就聊这个正题，我倒觉得这个也挺好的，很舒服。但这次疫情开始之后，我就会突然觉得这个人身安全都会受到威胁，就是会紧张，然后上地铁也好啊，还是说出门也好啊，我会开始注意了。就这个时候，就是后来也是我开始进行那个创作的时候，主要的一个原因吧，就开始做一些关于身份上认同认知的这个，因为我觉得这可能不光是我自己一个人面临的问题了，这可能是所有这种留学生也好啊，或者是华裔啊，都在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从疫情刚开始到现在，除了新闻上播报的一些，您身边有经历过这种针对华裔的恶意事件吗？我本身就经历过呀，我本身就经历过这个事儿，然后新闻上那都不用说了，然后我周边同学也有那种就上地铁的时候，你带，就因为最初是咱们这个华裔啊或者韩裔啊，最早疫情爆发这些亚洲国家人，然后你知道这个消息就开始戴口罩嘛，但是咱们也就是最早一批受到攻击的这些嘛，那你正常的话可能说就是咱们也提醒了或者做出这个示范的话应该是，但是我记得当时我去那个 Armor Show， 就当时也是去应该是去年这个春天，应该在这个时候吧，三月份的时候早一点，然后我是戴口罩进去的，因为那个时候纽约已经有疫情了，它已经当时都爆发八例了吧，然后那个 Armor Show 的时候军械库那个展览它人特别多，而且还是个封闭的场馆，我就把这个口罩就戴上了，然后整个里面那种摄影师啊就跟着我拍，然后很多人看着我说就那种远远的躲开，然后就觉得是特别可怕的一个事儿。然后有一个摄影师就把那个相机镜头都怼到我脸上了，都快要，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这样特别不礼貌，我说你，请你把这个照片删了，或者是你不要再跟着我拍。然后他就是说你没有资格什么对我说这种话之类的。他说我是摄影记者，我有权利拍我想拍的东西。他就觉得我就可以拍你。我说完我还跟他在理论，我就说是你可以拍任何人，但你不能在影响我的情况下，或者是我不希望我的本这肖像权让你去使用的时候，而且我也警告你，我也告诉你，你不要这样拍我。你还在继续拍，我觉得你这样就是已经侵害到我了。然后后来在那 M.F.A 的时候，他这个那个白人那个摄影师，他就特别怎么说呢？他就觉得我拍你一个亚洲人怎么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他觉得你也不是我们美国人，我在这儿我想做任何事儿想可以做的。然后他就还挑衅我，然后我多次跟他说的时候，他也没那个什么，然后就故意把这种相机镜头都快怼到我的脸上，然后后来我们就开始在那个 M show 里面就有点推搡嘛，然后后来就被别人给拉开了。这其实就是我疫情爆发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感受很深的一个事儿，就他们开始特别不理解你，然后开始尝试攻击，然后妖魔化，就觉得你们就是在这个进行这个就特别不礼貌吧。然后之后就是。我记得有一次在那个街上走，然后就是两三个很年轻的小孩儿，因为我当时戴的是那个，就是戴那个棒球帽，是那个波士顿那个 Red Sox，就是正好跟纽约那个球队是洋基，他是那个敌对关系嘛，就是在美国这个棒球历史上。然后我刚开始他对我竖了一个中指。我以为我戴的那个棒球帽是那什么，后来他说了一个什么，那个就中国病毒，我才反应过来，他其实不是说我戴这个红袜队这个球帽的事儿，他是因为这个病毒的事儿。然后这也是我第二次感觉到这种，就是这种身份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应该算是一种歧视或者侮辱吧，或者是对这个你们对咱们这个族群上的一种不理解吧，对这个病毒上这种，这个认知上的偏见吧，应该算是，你觉得这个病毒它是造成了这些对于亚裔或者华裔的这种不理解，是它一个契机，还是这个 mindset 一直很久就存在？其实我觉得这个偏见肯定是存在很久了，时间特别特别长，然后只是爆发没爆发的事儿，他正好经历这一个点，他就彻底爆发了，然后再加上这个有人推波助澜，有那些特别不负责任的政客，他们在这里面起到了这个特别不好的这种影响吧，他们纵容这个人去，其他人去这么做。他们当不能面临这个国家所遭受这个灾难和打击的时候，他们选择使用的手段就是中国话叫甩锅嘛，那就是应该要美国人的话，他们就是转移视线、转移目标，转移这个公众这个这公众的舆论呢，转移视线啊，应该就是这样吧。那我们本身又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比较，比较温文尔雅的一个种族，大家又不是喜欢那种吵吵闹闹的那种，大家都是以理服人，或者是愿意把事儿坦白了去讲啊，性格上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柔和一点，大家不喜欢那种针锋相对的去处理问题，觉得还是通过法律啊，或者是通过一个正常的手段、合理的手段去解决问题，但当他们把这些问题脏水就是泼给我们的时候，那你少数肯定敌不过多数的这种攻击啊！就是我们就一张嘴，人家就有十张嘴，这我们就说不过人家。再加上人家不只是说呀，他还有这个其他身体上的行为。所以，作为艺术家的群体，你在这个疫情的
这两年中间有做过哪些，就是针对反思这个疫情和亚裔的攻击事件，有一些创作吗？对，因为我之后八月份有跟那个否画廊有一个合作，就是一个新的展览，我暂时我现在定的这个系列叫做尴尬身份，展览的名字其实我也是比较建议使用这个。就尴尬身份其实不仅是我吧，可能也是我周边很多朋友共同面临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身份很尴尬。它首先是这种物理上的尴尬，就是说我不是你美国人，我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呢我是在这边来留学，但是留学之后呢一些契机下我就留在这边工作和生活，那我每天都要面临这个是签证的这个更换呐、以及这种文化上的，要不断的学习啊，所以这个身份其实很尴尬的。你经常会遇到很尴尬的事，比如说你语言说不好啊，引起一些笑话啊，是这种这个物理层面上的一种身份啊、就是 visa 护照上的一种，还有另一种就是心理上的尴尬吧。心理上尴尬就是说，因为这个疫情刚开始爆发是在亚洲地区。然后当你又不知道这个病毒确切来源的时候，以及这个道听途说也好啊，就总以为是这个刚开始大家都以为是吃蝙蝠这个事儿引起的，但后来发现不是。但最开始那一段期间的时候，他这种社会报道啊，就是中外这种媒体报道啊，会引起你这种心理上有这种很大的这种压力，你就觉得啊，怎么？难道真的是因为中国人乱吃东西引起的吗？但当然后来证明不是这个事儿，所以当时也会有一种很尴尬的状态吧。包括就是，你在纽约经常会遇到那种不理解的或者那种种族歧视的攻击你啊，你当时会觉得生活在一个异乡，然后这个一个对你充满这个偏见的一个城市，人们经常会不时的来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当时会觉得很尴尬，就是心理上会很不舒服吧。所以当时定的这个创作名字就叫尴尬身份这一系列。然后创作的时候我也都是把一些华人历史吧，从这个1882年这个排华法案，然后到现在啊，一些华人经历的种种的东西，把它就是怎么说呢，有借鉴嘛，把这些历史也在画面中呈现出来，然后通过这个咱们，因为我是满族人嘛，然后我们都是信那个黄教，就是藏传佛教那种喇嘛教，所以我们家里挂的那种菩萨什么东西，那种都是那种藏传的密宗那个东西，所以我们家都会有那个唐卡。那个唐卡其实就是在讨论这个内外空间的那个关系，就是圆里面是一个内关系，然后圆外面是外关系，就是内城外城那个状态。所以我在画的时候，我就觉得，因为这个首先很适合我的身份，就是和我这个民族，这个和我们这种少数民族，因为我本身在中国就是个少数民族，在这儿更是个少数民族。然后我们的宗教信仰又不一样，然后这个，我这个宗教信仰里面这个怎么说呢，这种艺术作品呢，它就是这种跟空间有关的，所以我就想把这个我们传统的这种对绘画认知的东西呢套到这个当代艺术里面来，所以我就开始采用很多这种唐卡式的绘画。然后当然就是我觉得那个我其实用卡通这个东西，或者是偏儿童画一些东西加入到我的绘画里面，也是因为其实他这个就是对亚洲人的一个认知上的偏见，他觉得你这个卡通啊、漫画啊，就你们亚洲人、日本人呢、中国人就喜欢看这个东西，你们就是那种特别二次元啊，特别，他对亚洲人首先有一个认知上的偏见，就是说你们就都是那种特别卡通漫画这个状态，你们人也是长得特别卡通漫画小小的那个感觉，所以你反而这种偏见，我倒很希望把这个东西应用在我的绘画里，就是无论是我希望我所有的元素使用的元素都能和我的身份非常吻合，
所以我也画了很多这种，就是类似于像这个，儿童卡通画这个感觉的东西，在我的作品里啊。然后剩下就是说，会把一些阶段的，怎么说呢？会把一些阶段发生的事儿，套入到我的这个创作中。嗯，哇，非常期待你的下一个在佛画廊的展览。哦，谢谢，欢迎你到时候能过来，就是八月份，你正好能来纽约的话，特别特别欢迎。然后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的作品，像你刚才说的关于这个追溯传统和宗教的信仰和你的这个 spirituality， 同时你在颠覆很多东西，在颠覆大卫的雕像，那艺术史上的很多东西，就是意识形态里的这些所谓的固定的固定概念，就是你选择的颠覆的哪一些和追溯的哪一些，你能讲一下他们的区别吗？其实我做那个杂碎那个经典艺术品那套东西的时候，我其实来最开始的影响就是说上大学吧，因为那个虽然我在中国上大学，但学的很多这种雕塑技巧啊、技术啊，以及这个这个怎么说呢，课程排制啊，都跟那个西方是一样的。我以前还没认识到这个事儿，只有我到美国之后，我忽然觉得我在中国学了5年西方的东西，然后我来了西方之后呢，其实西方已经走到另外一个状态了，我们学的都是西方将近100年以前那个雕塑课程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在一个落后的一个状态。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去这么做呢？当时我就想，我说当然这个东西肯定有它科学的，然后我们也是总结了吧，这么多年也在总结自己这个经验。但是首先崇拜的经典也好啊，或者什么都是这种以西方美学标准建立下来这个游戏规则，包括无论是就是我们哪怕是真正这种实践类艺术，或者是这种艺术史啊，或者设计啊，就是只要跟艺术相关的学科，大家都是会以西方建立这个标准为一个模板。那当时我就觉得我刚毕业的时候，以及我到底特律工作了之后，我就开始产生这种身份上的认知和这个开始思考了嘛。当时我就觉得它其实是套在我身上的一层枷锁吧，无形的这种 invisible 的一个东西。它影响的，它会让我怎么说呢？就是，抓不到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我其实最主要的东西，我所有的这种生命力的东西，是源于我的传统，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的生活习惯，然后我的文化，这才是我的这个生命力和我这个创作力的根源，这个水井。那西方这套模式其实是套在我上面的一个层壳，但是长期的训练和这种思维模式，我把它变成一个我主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发现我错了，所以我必须把这些东西都打碎，然后我得是以一个特别我要用也要用一个特别艺术的方式去把这个枷锁吧，就是属于给它摘下来，给它打破的。所以当时我就把这些经典的大卫啊，经典的维纳斯啊，以及这种经典的油画啊，然后通过我这个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然后把他们这个比如说打碎啊，然后给它破坏啊，就是当时做了一批这个东西，算是对这个身份认知最开始的时候一些尝试吧，艺术上的尝试啊。所以你觉得在艺术史的撰写方面，中国和美国他们都有一种就是殖民主义的这些根源在吗？你说中国和美国，还是说美国对中国这个？就是在艺术史的
您刚才说在鲁迅美术学院学习的过程中，你发现所有的这个艺术史在中国已经是落后了，但是在美国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已经向前，而且更加反思了一些他们当时可能就是对于殖民史这种反思，能讲一下就是你在这个过程中对于这个美术史的一个更进一步的反思吗？其实倒没有什么所谓这个，可能这个美国他们有这个殖民史吧，但是中国这边好像也没有说，就我们的教育中没太体现到这个殖民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体现到这种文化上的殖民，就是文化上的被殖民和文化上的被侵略，主要就是以这个教学上，就我们所有一系列采用的都是那种苏式啊或者德式啊，就东德式的那种雕塑的那种课程安排和制作方式，包括这个模具课呀，包括这个人体课呀，都跟这个以前这个西方的非常像。我们正常就是说东方这个造像啊雕塑啊，因为以前也没有这种系统的东西课程，或者说有的话也不会是在大学里这个一个艺术类大学里出现过，所以可能我们没，因为之前没有这个根源可溯吧，可能或者是没有这个成为这种系统的这种课堂，都是那种作坊啊或者师承那种，所以可能我们没法挪用，就把西方这个放到我们这个课堂。但是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始终就是都在使用这个，而且坚守这个，以至于现在成为一个学院派的传统了。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我们这个所有这个艺术院校啊或者学院派啊，它需要进行一个反思。当然很多院校现在也在设立什么当代艺术系啊或者是这个东西，但是对西方经典这种膜拜啊以及崇拜啊，就它只是世界艺术史的一部分，那不至于达到一个神话的状态。我们中国这种好的东西可以神话的，那比它可神话的多得多，毕竟我们历史就摆在那儿了。你像这三星堆又挖出来这么多东西，那也是我们历史上的一部分，那就更无法去那个去描述了，那个神奇的程度啊，可神话的可能性啊，都比这个西方艺术史这些东西可描述的多。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不能过吧，就是对这个西方这些教育模式也好啊，或者思考方式也好啊，或者这个创作方式也好啊，都不能这种一股脑的，就是觉得他们100%是对的。我们要有一个反思的状态，或者是得有一个敢于去挑战或者破坏他们这个东西。你只有是跟他们取得一个相对平等的状态，或者是一个独立的或中立的一个视角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我们在做的是什么，还或者该做什么。否则的话，就始终会追着他们跑，那你就永远跑不过人家。那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而且是一个艺术家在海外，就是脱离，就也不是脱离，就是不是 physically 在你土生土长这个文化根源的地方，你觉得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还是自己吧，就是说，首先自己就真的要能控制到自己这个怎么说呢？也不能叫七情六欲，就是说对这个时间的规划吧。就是所有这种干扰你创作的啊，或者消耗你这个时间的事儿啊，就是你要能尽量的去把它减少。无论是这个玩也好啊，还是这个就是什么谈情说爱也好啊，这个东西，都要是放在这个创作之后。就是在创作之后的话，你不要被这些东西所这个干扰，因为创作才是我这个最重要的事儿。那创作这事儿你又不能停，你不可以就懈怠，它其实是每天你都需要进步一点，每天需要思考，都要更新的一个状态，然后都得要革新，然后每天你都要去做，哪怕去做一点点你也得去做，它是一个积累，然后最终其实也是在完成一个对自己的一个改变吧，或者挑战吧，就最后你还是要战胜自己。
无论战胜自己习惯也好，战胜自己的时间规划也好，包括就是一张作品要比另一张作品好，那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对中国的当代艺术的 critique 和在美国的中国艺术这个 scene 的就是这个critique 是哪一些呢？哎呀，中国艺术说实话跟西方艺术其实完全站在一个对等平台上了，已经我们其实完全不输于他们啊。而且从这个早期来讲的话，我们就已经开始有一些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的这个艺术家了，只是大家觉得哦，可能我们还不如他们，或者是没到一个段位上。但蔡国强99年的时候，威尼斯双年展都已经是拿这个金奖，是最高奖项。所以说，就是说在30年，哎，我看啊，应该是1990年，20年前，就我们已经是在一个同一个频道平台上了，我们一点也不差。但更早的话，你像那黄永平啊，他们也都不差呀。那在法国做的，还有更早像赵无极他们。就是你西方人建立的游戏规则也好，审美情趣也好，那我们亚洲人也一样可以玩得很溜啊，玩得也不差。所以我们这种世界级大师始终也没少过，只是我们自己或者本国的人在国内他可能感觉不到，但是你到海外的时候没觉得他会差的呢，我们也从来没落后过。那现在中国这个画廊还有美术馆，包括这个艺术体制都发展的这么好的情况下，就我们差距也越来越小。你看国内这些画廊，他们现在这个，所以就是年轻一代80后、90后这批当红炸子鸡，怎么这么形容我的同行们？就是他们现在也在世界上各个大的画廊都有一席之地。你无论是这个四大画廊，什么佩斯、高古轩呐、啊，什么贝浩登、大卫·泽万纳，他们都有人在。然后，每一个你像什么贝浩登有什么陈飞、倪有余，佩斯有这个李松松啊、张环啊、萧毅啊，然后高古轩有我师哥贾艾丽，然后还有这个曾凡志，我们从来都没缺席过，就我们一直都跟他们在同一个水平，只是自信与否的事。而且现在更多这种海外留学的艺术家回国了之后带回去的新的东西，它就可以反哺整个中国这个艺术圈。所以可能还有一个更好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们有特别长的历史，然后每个朝代它其实有不同的风格，就我们可往回挖的东西太多了，就像这种儿时记忆特别的丰富。那可能有些国家的历史比较短，他所可以挖的儿时记忆，他得需要挖别人的儿时记忆，他可能得找他爸爸的儿时记忆去挖。那其实也还是需要一个怎么说呢，再理解的过程吧。所以如果从长远来看的话，在一个游戏规则我们都已经特别熟知的状态下，然后我们有特别丰富的这种能量储存，无论是视觉也好或者知识储存的话，那往远了走的话，我们可能会越来越好。能讲一下您对于崇拜的艺术家和某一些艺术家对你作品的影响吗？我喜欢的艺术家太多了，就是每一个我都很尊重吧，就是所有对我有帮助啊，或者是就属于这种神交已久，哪怕这些都是已去世的艺术家，我们之间其实也都是这种互相能感知到对方在创作时候的状态，就其实是可以交流的。那个八大山人对我影响特别深，然后其实有的时候看他的故事什么的话，我其实会觉得跟他有那个，包括齐白石我也特别喜欢，虽然都说齐白石那个东西很那个商品化呀，有些东西他会把一些东西，但其实不是，齐白石真的很厉害。然后马蒂斯我也特别喜欢，包括巴斯奎亚我也特别喜欢。就其实很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就又是
保持在一个创作特别孤独的状态下，你只有你自己的时候，但是你的脑子和思维会在动。其实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可能在一瞬间我们就连接上，然后我们能互相了解彼此，我能猜得到他那一瞬间在想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经常跟一些那个艺术家，不是，就是评论家呀、策展人的朋友，我们在聊一些这个艺术上的事儿，他们在说他们那个课本上那种大家都知道的东西，但我有时候我就提出这种不同意见，他们有时候其实会不高兴，就觉得不是这样的，梵高不是这样的人，或者马蒂斯或者毕加索不是这样，他是那样那样那样，但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单纯，或你讲的也没有那么简单，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思考的不会只有那么一点点，就是人都很复杂的。能举个例子吗？就是您觉得梵高和马蒂斯，我这个都太野史了，我这个太阴谋论了，这个不能被记录下来，这以后这不好，这人说这个散播谣言不行，我要对自己言行负责。好的，那我们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你未来规划的一些创作的计划。未来的计划可能是，比如说我会未来想计划在上海也做一个工作室，然后如果这个疫情结束了之后，我希望就是两边跑一跑吧，然后能跟更多的画廊进行合作，然后初步还是要把这个作品再提高。我现在这个新开这两个系列，第一个系列完事儿，然后第二个系列现在雕塑部分差很多，然后在否那个展览之前，我想把这个雕塑都做好，然后另外就是说看看下半年能不能回上海一趟，然后找一找工作室，然后可能想一半时间以后在美国，一半在国内，然后国内找一个助手啊，或者成立一个小团队啊，这样的话可能工作起来比较方便一点，然后可以把这个作品数量提高，然后因为国内有的时候加工水平啊、加工质量啊、加上那个价钱嘛，要比美国这个便宜很多。然后那雕塑它又不是一个人能做的一个事儿吧，是个团队的事儿，所以可能在中国把这个团队建起来要比在美国更方便一些吧，沟通也更简单。毕竟你知道我这个英语水平啊。我其实还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在否画廊这个展览会有一部分的身份认知和某一部分的就是socially engaged art， 就是有一点protest art 的这种含义在里面，这是你会暂时的因为这段疫情爆发以后产生的种族歧视问题，而或者这个会是一个接下来你还会继续深挖的一个题目吗？因为他既然做了，我就肯定就是他会成为我创作中的一部分吧，就是未来我也肯定会再做，但短期内的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目前先到此为止。首先这个华人历史在这边时间不是很长吧，就是可挖掘的重点其实有很多，但是我又不想那个面面俱到每一个都提到，我只想把这个最干的或者最重要的事儿画在我的作品里。另外一个就是长期你生活在一个愤怒或仇恨的状态下吧，其实对我这个创作是没有好处的。然后当然一个展览你也考虑到这个展览空间的事儿，就如果目前再继续创作这个的话，可能在展览空间或者可能我容纳不了那么多作品，所以数量上大概就是暂时是这些，但未来肯定也还会继续围绕这个创作。而且我在这个系列中我也创造了一个就是我自己制造的一个小形象，叫做 Nochi， 一个黄色的然后像小佛头的一个小形象，就是我 ins 里面可能有那个小形象嘛，就是一个小黄人，他其实就把那个传统佛像，然后包括那个就是那种西方人对中国人那个小眼睛啊，没有嘴巴，不爱说话呀，然后身材比例是5:5那个状态，其实我就都浓缩在一个小形象里，然后起的名字叫 Nochi， 就是
其实就是 no Chinese 的意思。嗯，所以那我既然其实已经把它创作出来，我就有责任把它继续延续下去。嗯。接下来会可能问到一个有点隐私的问题，或者您可以选择回答和不回答，那就是好，你的感情生活会对你的创作有一些影响吗？啊，这不隐私啊，这个完全不是隐私，就应该是没有影响吧，因为就没有这方面的生活，现在就，我觉得好像还没到这个，怎么说呢，没到时候吧，我自己这点事儿没忙完，所以我现在就是完全的排斥，也不是排斥吧，完全就是拒绝或者是。不去接触这个那啥，当然身边其实有很优秀的这个异性朋友，就是我也会有那个很倾慕、很仰慕的一个心态或状态。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做这种事儿是一个特别不负责任的状态，我还得是先把我自己的事儿完成好，再能去接纳这个事儿。所以目前来讲是不会有什么干扰的。那如果未来我的一个状态很好的时候，我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反哺吧，可能你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感情状态的时候，它一定会 对你的创作状态是有好处。另外，既然你能选择的这个人呢，这个人应该是不差的，就是起码他的眼光是能够给你提一个意见的。那未来如果这个人还能作为另一双眼睛去帮我审视这个作品，那我其实很高兴的一个状态。嗯。好的，那接下来，我想邀请您来做一个 time capsule，一个时间胶囊，就是来就是给档案馆一个时间胶囊，然后给未来的你自己或者未来的人们作为一个记录。好，有没有什么 example 啊？我这个突然没太明白，大概什么意思？就是如果比如想象一下，在很多年之后，可能外星人发现我们这个时间的档案馆，然后关于人类的这些考古的记录，影响对未来的人，关于你自己或者对于一个有一些哪些的期待，或者希望哪些东西被留下被记录，不管是你自己还是对整个人类或者你的作品的这个。嗯，因为我现在新做这个系列叫《少年的奇妙冒险》，它其实就是画面上看起来都是一堆很年轻的少年在那个宇宙中打怪，就是在宇宙飞船啊，然后跟面临这些外星生物啊，然后再去什么，就比如说星球大战这个状态下的。其实我画的是这套东西，但其实想说的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成年人内心其实都有个少年，然后我们每天面对这个特别艰苦的生活，其实就等同于每天在升级打怪，每天都在面临这个事儿。然后其实我现在画的这些东西也都是有一种展望未来感，就是说我也在想就是预感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或者在展望这个事儿吧。就我在想，可能未来我们真的就是人类会。面临的不是种族上的问题了，而是星球与星球上的问题了。就可能未来外星人来地球，他需要开始办签证啊，他需要拿那个，就是地球人已经互相不需要这个 visa 这些东西了，而是那个状态了，就是星际之间的这种关系了。未来可能是这种想象的事，但是如果我的画面中真的把未来画出来、预知出来的话，那也挺好，这就属于。我这不只是当代艺术了，这个还是当代预言，然后对未来的展望，其实我就想，就是能，还是能这种心情愉快，然后负担很小的去进行创作吧，然后能不断出好作品。我觉得什么都不如这个出好作品更重要，就是不断的能把自己提高，然后每一张作品。都能发现错误，然后下一张作品又能改正，然后一张一张的变好更重要吧。那就是以至于未来这个自己能走到什么程度，那个怎么说？那个得，那就不光是，那可能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了吧？那可能得就很多是
共同努力的事儿，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华人群体共同在这边努力的一个结果。好的，那您能用简短的几句话来概括一下你未来想怎么样被记住？哎呀，这怎么样被记住啊？嗯，比如谭思源是一个后来的空白，然后您来填。我靠，谭思源是一个百分之百准确的什么预言家。他画的东西都成真了，他预想的未来世界就是这样的。嗯，没有，我在想，我说谭思远什么的，谭思远应该是一个，如果要是一个时间胶囊，或者是一个什么 slogan 之类的东西，或者一个，就他是一个，又有天赋又努力，然后还能对当代艺术进步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艺术家吧，就希望能是一个这样的就不错了。啊，别说是个什么什么，只要没有啥太多负面，什么渣男之类的，谭思远是个渣男，但不要有这个就好了。或者说人渣禽兽什么之类，那个只要是个正面评价都可以啊。嗯。好的，好的，谢谢。我也很相信，就是艺术家作为预言家，也是艺术家这个责任的一部分。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人类我们在正常生活中感知不到的，很多时候艺术家可以帮人类感知到。所以很感谢艺术家在，我们现在尤其在，亚裔群体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和迫害的时候，可以在为这个群体发声和做出很多的贡献，谢谢。应该做的，应该做的，这，大家的事儿也是自己的事儿。